发现两个蚂蚁窝，好几个，看了吧？这边有，看，别给人踩了啊！蚂蚁窝你别给人踩了，你一个过路之人，你别打扰人家蚂蚁的正常生活，是吧？这有一个，哎，跑国道上来看蚂蚁，你是真行啊，你是真行。还有一个啊，这个国道上面，你只要遇到有吃饭的地儿，是吧？到点儿你该吃饭吃饭，你别回来说，哎，我不吃饭，我等到下一家。我就是刚才该吃饭没吃饭，然后想找下一家吃吧。骑了大概得有十几公里。你开车没关系，十几公里你脚油门就过来了，但是你骑车的话十几公里那是个距离啊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你遇到这个吃饭的地儿，该吃饭就吃饭，是吧？哟吼。